又到过给 Kiss Be and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绿茶燕麦小蛋糕。先把中粒粉、白砂糖和香黄油，把烤箱的腰果切碎和炒香小米碎，其中一起搞均匀，一起搅到干爽，用来做小蛋糕馅。把绿茶蛋糕谷底粉放在容器中，加进食用油、水和鸡蛋一起搞均匀，放一边。把已经做好的鸡蛋粉放在模具蛋糕上，再把已经做好的鸡蛋馅放在蛋糕上，放到微波炉调到800瓦两分钟，或者等到熟，从微波炉拿出来放在碟子上，配上自己喜欢的饮料，这样就把绿茶燕麦小蛋糕做好了。